爸爸们，大大呢好人的祈祷，上帝敢会较听。哎哟，我最近哦，我、哦、看到一个新闻，啊，讲一个凡人，飞过来信耶稣，伊讲希望这个受害者的家属。 会当去原谅伊？是哦，哦安尼干那嘛袂歹呀，表示讲哦，这个犯人有咧悔改啦。虾米咧袂歹？哇，这杀人犯呢，感觉绑起来，啊，佮佮杀死，像即款的动作吼，啊悔改佫安怎？人拢死呀、啊，伊即个念头。 安尼对迄个死人引导的家属，看袂安那交代才好啊！话是安尼讲无唔对啦，啊唔过歹人悔改，这是好代志啊！啊那是歹人拢会使做歹代志，啊才来悔改信上帝，安尼大家拢安尼做就好啊！我感觉歹人袂当原谅，应该甲处罚，安尼叫天理。哦。 啊，安尼讲起来，歹人著未当基督，啊，未当悔改来信上帝，安、啊、尼有公平，当然嘛是公平啊！啊，即、这个祝福吼，应该是老和即个好人诶啦！啊，所以好人信上帝叫祝福，基督这灵验，你想安尼对无？嗯，咁是安尼。 愈想愈未通哦，啊，就是安尼啦。即世界上好人拢真辛苦，上帝应该帮助好人，处罚歹人才对。哦，哎呦，日头咧到啊，来来来来，我要转来去食豆啊，哦，好办件哦。阿妈，行行行，进来进来进来，行行，跟我来去教会。哎哟。 好运啦，是安怎啦？今仔日吼是一个报道会，哦，有人要来见证哦。哦，是甚物人啊，听讲以前吼、哦、是一个犯人、啊哦、啦，哦，邪毒呢？但是即卖拢变好啊啦。啊，甚物啊？哦，邪毒。啊，伊伫咧教会讲见证，即敢是真呢？当然啦、啊，好、哦，已经改变啦哦，袂遮恐怖啊啦。 毋是啦，教囡仔，我甲你讲，像即款邪毒的吼，毋知影是毋是真正咧悔改，真济即路人拢会阁犯啊，而且犯人吼拢是做歹代志的。虽然悔改吼，但毋知影是真嘞还是假，咱毋通活伊生活较安全啦。阿嬷，上帝真爱歹人呢，吼，你来大细心。 伊嘛是到祈祷，啊叫上帝来改变伊家己啊。上帝应该照顾好人，好人嘅祈祷，上帝才会祝福。歹人嘅祈祷吼，诶、欸，应该是有问题啦，因为因是做歹啊，毋知影是毋是真正咧悔改，所以我感觉好人才会得到祝福，啊，为啲啦，毋好去啦。

啊！这咱、个、到底是比较听啊？毋够听咧，吼！你若了解讲咱的信仰吼，是鼓励一个人，是浪子回头，咱鼓励一个做歹人会当改过自新，安尼咱都会当改接受。但是阿妈讲的就有道理哦，你里面咧也知啊，一个人真正有改。所以咱教会嘅是安尼，咱通常咧无随便。 到一个人讲啊，我悔改啊,啊，你著请伊讲，安尼你你当来对逐个讲你悔改嘅故事无吼，毋通遮讲咁紧啦，小肯定要练一下，因为咱人拢有冲动，伊一时有一个感动中，伊会足想要讲，即、這个神足好，又足侪话想要讲安尼啊问题是，伊即满讲讲了，过来敢有真正改，啊你需要时间，所以咱通常拢是爱一段时间，看即个人真正有改后、哦。 啊，咱家邀请伊来讲，啊，无你嘛请伊来讲，连讲过上社会版，连讲过上报纸，啊，搭时声你著歹看你咧，哦，虽然基本上教会爱有智慧，毋通随随便便邀请人来讲伊安怎改变，安怎改变，对即个人是有确定，已经逐个有法度接受讲，伊即个人已经已经是足长的时间来证明伊已经改变啦，安尼咧，咱家邀请伊来讲。 啊！你讲上帝是毋是较听好人的祈祷？我甲你讲，是圣经内底讲，愚人嘞祈祷，大大有功效。所以，若是一个下到上帝心意的人，伊的祈祷一定结果有亏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伊的祈祷甲上帝想法接近嘛，这足简单诶道理嘛。一个甲上帝关系真好诶人。 以前啊，上帝咧想啥？以前啊，这个代志，上帝答应袂答应，伊知影。所以当于甲上帝咧沟通的时阵，真好沟通啦。迄等于讲，这个人去甲上帝咧开会吼，你讲的时吼，两个人互相了解，上帝了解伊也了,了解上帝就足好处理啊。圣经有一个咧，叫做阿伯拉罕。这个、阿伯拉罕呢，伊就是一个足好的人。伊甲迄当时规个社会的人拢无共款。 迄当时诶人拢足飞类诶，阿伯拉罕讲我无要甲因共款，阿伯拉罕家己惊家己诶路啦，伊也无甲因大做伙啦。啊，上帝吼、哦，是去到即阵人吼、哦，气甲要死去啦！迄有两座城吼，迄当时是足闹的咧，但是虽然真闹热嘛真罪恶。即两座城，上帝想说咧讲，安尼即两座城无甲处罚袂使，因为害着太济无辜诶人咧，所以呢。 上帝都准备要去将这两座城的人结果弹杀来呢。啊，经过阿伯拉罕的所在时阵，阿伯拉罕吼都完全无同款。阿伯拉罕吼讲：“哎哟，来哦！”其实就上帝咧派天使啦吼，变、哦、讲：“来来来来来来,來,來,來这来这啦来这啦安尼。”哦，所以阿伯拉罕有宽待因啦、啊。然后圣经记载，上帝讲：“嘿，阿、啊、这阿伯拉罕是我的朋友呢，我今晚要做一件足大条的代志。” 我是要做一件足重大诶代志，啊，这敢若未当无甲阿伯拉罕讲，吼、哦。所以上帝想想咧讲，啊，好啦，无我甲讲一个好啊，所以呢，上帝着对阿伯拉罕讲啊讲，诶、欸，阿伯拉罕啊，其实是安尼啦，吼、哦。我毋是咧出来咧佚佗啦，其实是这两座城吼，我实是看袂落啊，想要甲毁灭啊，阿伯拉罕一日听着呢啊，你甲听伊嘅祈祷，虾米叫做愚人嘅祈祷？ 阿伯人讲我死好啦，赞啦！上弟，我咧讲，我咧投吼！迄毋是我咧爱讲，迄早得好哦，死啊啦！我等下即麦咧，即两座城，我苦，你知哦，即两座城的人，你敢不知偌离谱？你敢不知什么什么什么？啊，就底下一直投，一直投，一直投，一直投。安尼啦，吼、哦！无呢？阿伯人汉明明知影即两座城人足无好吼，但是伊想着讲。 即个城内底应该抑阁有无辜的人，所以你看阿伯尼想代志的时阵，甲咱一般的人想法无共款。无怪上帝讲即这个朋友啊，阿伯拉汉足有听心的啦，阿伯拉汉对上帝基督讲，上帝卖啦。啊，万一即个城内底抑阁有五十个毋是像咱所看到遮恶质的人呢？啊，即五十个阿莫背撞，足、啊、无辜的咧。上帝讲。 这座城内还,还有五十个无做派的人哦，啊！你这座城都救啊！哦，那还够五十个好人就对了吼。这五十个好人一面叫这个派人同化，一面叫这个派人改变吼。啊！你这座城哦，看来有一个正就对了，有一个好的正吼。啊！这座城将来有机会当改变。所以有五十个人、哦啊、我会给伊机会。 阿不，咱想出来讲，诶，歹讲咧，即两座城我看要揣五十个放二十哦，哦，做安尼一路吼，甲上帝咧化解安尼咧，对五十个一路一直化化化化化化安尼化甲剩几个咧？十个。后壁人讲上帝，啊，无安尼啦，你毋通收气吼，我歹势，我我替即座城去甲你求情啦吼，即座城内底啦，抑、哦、阁有十个人。 规城内十个好人，啊！你敢袂当小甲因吞论一下？上帝竟然甲讲，即座城内底人还有十个好人吼？安尼我帮因算，因为人还有十个好人，即十个好人早晚会当影响即座城，哦，所以我会当接受，只要城内有十个人，我都会当接受。 这个就是圣经内底真出名，叫做阿伯拉罕的祈祷。所以你看到阿伯拉罕的祈祷，伊甲上帝祈祷，上帝拢听，上帝欢喜要应允，要照阿伯拉罕的祈祷。但是真可惜啊！故事的结局都、就是制作啥都连十个好人都没有，都无啊！哦，所以上帝有听好人祈祷无？有，因为好人的祈祷是真瓦滚上帝的心。但是上帝有听罪人的祈祷无？ 有，只要这个罪人若是诚心的悔改，讲上帝，我毋对啊！你若诚心的悔改，上帝嘛是同款听这款的祈祷。哦，所以只要用心啦，只要诚心的祈祷啦，无论你是好人还是你是歹人哦，只要你有诚心的祈祷，上帝拢有听。只不过歹人悔改的祈祷真少哦，歹人的祈祷。 拢是咧求好处、求宝贝，我我偷摕物件卖用著，抓着，即款祈祷上帝变来听，连我都无要听过上帝，哦，所以，歹人要有好诶祈祷吼、哦，真困难，但是好人常常有好诶祈祷，上帝足爱听好人诶祈祷，所以咱朋友你若感觉你是好人，你都较接祈祷咧，哦，啊你是好人啊歹人，你也问你家己啊，嗯，从今仔日开始吼，我要做好人，哦。嗯 啊，这甲、個、题德有什物关系？因为我哦、喔，大汉的时阵咯、喔，会当开一间指导公司哦、喔，我是好人，我会说替人祈祷。安尼一定真赚钱啊！啊？哦、这敢是杜家的讲的重点？做好人就是将来开公司替人祈祷。安尼台当接到足济 c a 安尼。哎呀，安尼又是服务呢？这是啥物服务啊？毋惊你问，惊你毋问。